顾名思义，硬岩就是坚硬的岩石，如花岗岩、玄武岩等岩浆岩，以及由铁、钙交结而成的砾岩、砂岩、石灰岩、白云岩等沉积岩。由于这种岩石硬度高，破碎时会对破碎机造成很大的磨损，所以建议用户在开采时使用高压硬岩破碎机械，如圆锥破碎机。一、圆锥破碎机破碎比大，运行成本低，破碎后成品砂石颗粒形状均匀，极配高，因此与其他硬岩破碎设备相比，该机无疑可以称得上是一款经济型智能化的高端破碎机。二、圆锥破碎机在设计上结合了环锤式破碎机和反击式破碎机的优点，不仅生产速度快，而且节能降耗。此外，锥形破碎主要依靠颗粒间的挤压来实现物料的破碎作业，分层破碎造成的设备耐磨件损耗相对较低，非常适合铁矿石等硬岩的破碎作业。此外，该机的设计采用了先进的液压保护和液压枪清洗技术，液压出料口和过载保护提高了圆锥破碎机的操作水平，简化了维修程序，使操作更加方便简洁。所以圆锥破碎机对于破碎花岗岩等硬岩的回料率比较高。